香港在1974年之前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在殖民管制下，警黑勾结，集体贪污。我叫伍世豪，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香港。我和兄弟们来到第四天才吃上第一口饭，不过我不怕。我记得我老爸跟我说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贾妹，哎，包子婆，包子婆，哎，对不起，对不起，今晚一定有，一定有啊！哎，这你说的啊，一定有，你别忘了啊！好，好，好，一定有，骗我，臭小子！做咩，杰森？贾妹，龙利好，龙利好，利好，刷口白，你乌做干呢？死白龙利！哎，阿花，这碗粥给你，好烫的，小心啊！姐，贾妹。今晚工地没公开，你们又去打架啊？打工2块，打架30块，10次有9次都打不成。去瞎喊铺俩毛就收钱了。有头发，哪个想做光头啊？啊，我差点忘了。交学费的。哇，洛哥你迟到了，忙吗？哎，严童好小气，你知道的吗？这份厚礼不会小气了吧？哇，大手笔，他看到一定开心到流口水啊！走了，哎，楼上去。不就是过个生日吗？搞了一个天后蛋的。是啊，阿嫂，阿嫂，洛哥来给爷爷贺寿。现在商量探长好忙啊。还好啊，送给爷爷的。你自己拿过去吧，不招呼你了。不用客气。哇，怪不得都不正眼看你，原来多到他老妈都可以开金铺了。我这不是钱啊。那摆上去喽。当然了，我就要摆得显眼一点，不服妖啊。哎 ，fuck off， 脚下。Hunter just wants to play a game with you guys, all right?That's for you. 那个烂鬼亨特又喝大了。Let's play cards. He's so funny. 每次喝醉以后都会是这个样子。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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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再来一局。我的天啊！赔钱呀，来呀！那才对嘛，小心收了你。There you go. One for you. One for you. I think what he means by that is if you want a promotion, just go ahead and take the cash.Who's the Guaylo now, eh? 干什么？英国人收钱，不用赔啊！喂喂，洛克不要啊！你干什么？喝多了吗，乔？带警司去洗把脸。
你刚升了探长，好威风啊，连警司都敢打。没有，让你守个萧齐湾就这么牛掰，你要守到湾仔，是不是连我都敢打？爷爷不好意思，洛哥他喝大了，喝多了就滚呐、啊，还等着吃饭呢、啊。哼、哎，我们走啊。先走了，生日快乐。你不要生气，去跳舞。放手啊！陪你跳舞。放手啊！没事，我没事。我刚才要不是因为你，我直接就拿枪打他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就当便秘，先忍着他。我忍得了他，我忍不了他老婆吗？那倒是，你都想掏出枪来射他了。小不忍则乱大谋。陆哥，什么事啊？今晚公仔强跟大灰熊要在楼下拍大片。公仔强从九龙城带人过来了。两边都拉了几百人呢、啊。他这么对你，你还帮他，真是大人大量。搞臭了严童，就是搞臭了警察，我们能有面子，是吧 ？Here's a news break for you, Hunt. Some Chinese are making trouble downstairs. Go and sort it out for me, old boy. That's music to my ears. You don't need to ask me twice. Christmas has come early.生日搞这么大场面，怕不怕？哼，我就要让他知道我大灰熊发起火来没人受得了。公仔强，你个死全家的，你九楼的生意不够做吗？跑来抢我香港的生意，严爷不管，我来管。站错了，你管。你在观塘慈云山偷偷抢我生意，你玩花样吗？我就跟你玩大的。都是来打架的，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出来混，从来都是谁的拳头硬，谁吃最大份。那你的好哥，我们不是来凑个数的吗？这次来真的了。规矩以后我来定。啊！去你妈！你定？你定个鸡毛啊！你连棺材都不用定了，我把你砍成一块一块去喂狗。你要丢也等我先喝完了。给我砍了他！兄弟们杀！哎呀，给我砍！崔子超，你的两个好兄弟在下面拍大片呢，你还不出手？爷爷，你别玩我了，你明知道我见了血就会晕的。哎，太血腥了，没有赌钱好玩。那个卷毛挺能打的。小薇，包围了，你先走，等我过去帮你顶住那帮警察。好兄弟，走啊！是谁叫他反包警察？
报应！Turn them down!喂，你别过来啊！你哪边的？你哪边的？你问哪边？是哪边的？我问你哪边的？我问你，你又问我？哪边的？说啊！哦。说、哦、你们是大灰熊的，我是大灰熊的头马化点龙、那个小丑被你害死，说好三十块总共过场，现在搞得这么大该怎么算啊？我哪知道哪个不长眼的猪瓶子啊，我的天，你不对，不对啊，Well done.亨特疯了，会出人命的，你要不要下去看看？去看看。好，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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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姑娘，打死！打死！住手！住手！他，我叫你住手！别动！放下警棍！我叫你放下警棍！退后，我保你没事。是不是宋大管？你傻呀、啊！去大管他不就死定了？肖启湾，我兄弟怎么办？当然一起了，带他走，带走。老哥，咖啡。欧冷油。哎，谢谢。哎，卓仔、你看啊，这么小的香港有这么多的金蛋，真是不得了啊！现在那些小混混搞得乱七八糟，弄得他们也没钱赚，我们也赚不到钱。依我看，如果我来做主，搞得样样都有规有矩，到时候外面丰衣足食，我们也多赚点，你信不信？真的假的？嗯，真的、哦。我是这么算的啊，一个月一拖十，十个月十变成百，再翻一百万呢。难道五百万吗？不要说笑了，洛哥。手给我，是一百个五百万，五亿。应在世，保姆对。马叔，打死莫兴根。莫地盖，莫地盖就好了。侯兴啊，我们打完架没收钱呐？当然收了，出去就找大灰熊要钱。在了。好、哦、喂，还有啊，今天的事不能说给我弟弟听，你知道那小子话多得不得了，肯定唧唧歪歪。请坐，请坐。喂，朱仔。喂，郑哥，你在拉屎吗？这么久，洛哥在等你啊。什么事？那里面有几个南洋人，你也是南洋人，大家都是大地狼，容易沟通嘛。洛哥，你自己也是南洋人。但是我昨晚呢拿着枪指过他，我怕他小气，你帮我啊。好啊。这几个
嘿，老乡，六岁能要能？谢谢啊，赶紧能。阿兄，照顾几个。嗯，那你会不会听？会不会讲广东话？会的。嗯，这是我们的探长，洛哥。洛哥，你跟大灰熊还是公仔强啊？我们就是来打架的。花仔荣说，打赢有30块，打输都有20块。花仔荣是大灰熊的人。嗯。你来多久了？来了也有1年半载了。嗯，就是啊。哎，你很能打哎。没，包家属。陆建明。来，我是一万号，坐下。我是号，大号浪，大号浪，大号浪。海林是好的浪，很舒服啦，能是好的浪。喂，好的浪，嗯，大号浪。阿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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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侬给大名叫你叫，叫我阿正嘛。哦，正哥，正哥，他叫阿豪，是我同乡。哥哥，记者们都到了，就等你了。哦，知道了。那既然是同乡，办好了手续就放他们走吧。这样不行啊，照规矩还差8个小时才能走啊。好的，那个麻烦了。郑哥，你真是一根筋啊，不会拐弯。你怎么还不走啊？等你啊。嗯，多谢关照。留他的电话和地址。收到。郑哥，嗯，大家赶紧的，多多关照啊。有什么事尽管找我。一定一定。还有，我跟你们说，香港诱惑多，你们做什么都好，千万不要进黑社会，否则一辈子。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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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饿不饿？叫东西给你们吃。小货，都是一杯空。好，等等。哦，坐下，坐下，坐下。少说两句。警方经过7天的埋伏，终于抓到了那个色魔，证实这个色魔在萧旗湾区犯同类型案件达到15宗之多。阿瑟 ，Move it. Open the gate. Open the gate. Open it. 浩哥。不不，这告白，听我的，带人龙买苦水，我来做好。好，没伤感，知道。Open the gate, all right. That's it. Open the gate. Do you remember me? You remember him? Do you remember my face? Do you like to hit police? Sorry, sorry. What's he saying? Speak English. Do you remember me? 不会讲英文。Speak English. Hello? Speak English. Hello. Sorry, sorry.He's sorry. Yeah. He's sorry. Is he? Okay. I'll make you sorry too. 快点人呐！住手！放人走啊！哎，阿 Sir， 你在这儿？你提前告诉我一声吧。Stop taking pictures. Hey, get out of here. 曝光了，还不走啊 ？There's nothing to see here. Go on, get out. 哦，对啊，让阿 Sir 先走，我搞定他们。放下，放下相机，放下相机。All right. Open the gate. 喂 ，I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doing, and you won't get away with it. Goodbye, Sir.Goodbye to you. 阿正，哎，帮我搞定他们。哦，嗯，进来。有没有装胶卷？有没有装胶卷？让我们别装了。这就对了，恭喜你们，每人200块红包，因为今天我生日，出来拿。谢谢大哥。送他去医院。好，怪您啊，刚才放了就没事了。要按照规矩做事的。
好点了吗？慢点，你的肋骨伤了，姑娘，是谁送我来医院的？陆哥，你跟他很熟吗？他好像对你很好。啊，我的兄弟呢？他们在别的房间呢。豪哥，你们都没事吧？没事，没事。仔哥来看你。啊，仔哥。仔哥。哎，青姐你好。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没事，没什么，没问题。洛哥让我带两个驼背仔来，给你们做生活费用。原来500块叫驼背仔啊！哇，豪哥，这下我们发财了。是啊，仔哥说洛哥安排我们跟他混了。好好休息，好了以后，大把钱等你捞。洛哥想我们怎么帮他？不用心急，好了你就知道了。对了，我有事赶着先走了啊。哦，仔哥，那麻烦你帮我们多谢洛哥，行吗？行啊 ，OK， 哎，慢慢走啊。啊怎么了？门怎么开了？滚！谁这样打？怎么了，包租婆？你们回来干什么？你干什么？是不是？你谁啊？老爸在我那输了很多钱，我都找不到。别！等一下，你等一下，怎么称呼？怎么称呼你？大懒财，财哥是吧？这是他老爸的卖身契。好，哎，拿给我看看。打他！喂喂，别打！别打！我们是跟大灰熊的，你保得了他一时，他一辈子你都能保吗？敢！怂样啊你！他说跟大灰熊的啊，我好怕呀！欠人钱不用还的，你懂不懂规矩？多少都要还一点。欠你多少钱？欠9700。9700是吧？来，罗哥给的呢，先拿出来。这里700，我欠你9000，我怎么信你啊？你不信我是吧？我给你两条路选，一就是你信我，要不我就立刻打残你，听懂吗？好，我给你一个月时间，走。不用怕，不用怕，没事了，没事了啊。小罗，你给我卖力点追周爵士女儿啊！我能不能升到总探长就全靠你了，包在我身上。那个臭小子他怎么来了？怎么进来的？这地方是你弄来的吗？有人请我来的。这里这么大场面，谁请你来的？你认得周爵士吗？啊，算是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welcome。And now,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a very good friend of my daughter's. He is the distinguished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well-educated, a very presentable young man with a bright future. 哎，说什么？他说他女儿今年24岁，喜欢成功人士，好像在说谎。哎，乱讲！他在介绍他未来的女婿呢。是谁啊？是你呀、啊？有请雷洛探长。下个月他们两个要订婚了，收到请柬早点到。长官，这个雷洛搭上了周爵士的女儿，周爵士不会帮他坐上总探长的位子吧？他没这个资格呀。 London Quarter has decided not to add the position of chief detective at the moment. 我之前花了那么多钱。 Don't worry, you'll be the first choice if it opens up. Look,I have something I need to discuss with you. The detective in Wanshaw has passed away. Rog needs this position, no matter what. 这个臭小子，他吃软饭还行。他想坐上这个大油水区的探长，做他的梦啊。There's only one way to get him off. You take his place. 尖沙嘴跟湾仔的油水都差不多。我虽然住在九龙，但为了抵制这个臭小子，我愿意搬家。Thank you, sir. 哎，
那我之前邮件区的探长位子呢？ He'll replace you. 他？长官。Didn't you just say yes? Yes. Hey. Ah, he just agreed to take over the Wanchai post. Did he? Yeah. Good news, right? 妍妍，你真的，你住九龙的呀？去香港上班就得天天坐渡轮，你不怕晕船了？你这个软饭王，别得意太早。Watch your mouth. Sorry, sir. Hey, Rock. Come on, let's play. Okay. Excuse me.喂喂喂，兄弟媳妇，干嘛呢？找超哥，找超哥干嘛？超哥，哎，这儿没你什么事啊，赶紧走。什么东西，臭的！他干嘛？赶紧走！为什么？干嘛？你干嘛？喂，别动！有钱动手！超哥，喂，超哥，住手！滚开！让他进来！别碰我！别动！超哥，有事慢慢说嘛，先放了我兄弟行不行？你看，我跟他们赌了，你进来说的第一句话一定这么说的，被我说中了。你们每人欠我100块啊！你这个兄弟，第一天帮我做事就翻我抽屉，偷我的钱，拿着我的钱到我的赌场里去赌。如果不是输得精光被我发现，我怎么出来混呢？啊！我向你认错，以为抱两个瓶子就了不起？我的小弟天天抱头啊！要不要让他们表演一下给你看呢？啊，抱两个瓶子就放人，你是谁啊？这样吧，我最近要用人。那您想怎么样，超哥？我知道你打架很厉害，不过不知道真的假的。你以后就跟我吃饭，我保证你要女人有女人，要钱有钱。10000块。什么？我今天拿了你10000，我今后帮你赚回10万。你他妈贪心呐，跟我一模一样。我喜欢。但是你记住，你不要学你那兄弟，不然的话我打断你的腿。走。哥。
哥，你闭嘴。小薇，浩哥，拿9000块还那个大篮子。好，哥，来，走。Yes, this is the game. Showing up now.跟了肥仔超，我就在九龙城寨混饭吃。由于英国殖民地施政混乱，城寨成为一个三不管的地方，而殖民地警方完全不想管。毒品、赌档、色情地带、狗肉档，百花齐放。香港法律管不了，连警察都不敢进。他进来了就出不去。大威呢？对不起，豪哥，对不起。你搞什么？想死啊？你记不记得上次偷钱去赌？记得，记得。那你还赌？想在这混一辈子？啊？你乡下的外婆呢？你不是说开个大房子给你外婆的吗？记住，清楚没？记住，清楚。小薇呢？做事呢？那边去。喂，三仔，没见过你啊，来这里干嘛？买那个。一块。不要卖给他。做什么你？啊？你这个死人仔！你看看，你是不是想学他那样？不是。他吸毒吸得骨瘦如柴。你是不是想学他啊？不是，你吃一次就一辈子。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让我知道你回来买，也不要让我知道你在别处买，不然我就打断你的腿。知道了。把钱拿走，走，走。豪哥，为什么有钱不赚啊？出来混的，我们出来混的。知道了，要有底线。要不要这么大声啊？来，小心点，别玩了。啊，吃饭，吃想吃月饼啊？啊！哎，你来写好不好？好啊，小心点，真棒！哎，好，你好聪明啊！
好了，真棒，郑哥。喂，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中秋快乐！哎呀，坐坐坐，好高兴见到你。坐。今天是中秋节，我专门拿了月饼来孝敬你的。哎，还有好酒。哎，这些东西我是不可以收的，我是一名公务人员啊。哎呀，今天中秋节，郑哥，月饼嘛，啊，收下，收下，收下。啊，这样吧。我只收这盒月饼，其他的你拿回去，多谢你的心意。郑哥，上一次你帮了我，我一直放在心里面的。哎，其实呢，我一直想找机会看看怎么报答你。不用客气了，这是给小朋友的，给小朋友。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我不可以要你的钱啊！放放放放，没事啊！你这什么意思啊？别客气，我不要啊！小意思，别客气别客气，我都说了不要你的钱。啊，好，你财大气粗，大把钱是吧？你告诉我，你最近在外边是不是跟飞彩超卖白粉？说啊，混口饭啊。你不认也没有关系，我的同事们早就告诉我了。我跟你说，我严正当了20年警察，一个字儿都没贪过，所以你的糟心钱我绝对不会要的。拎上这些礼物，给我立刻走。郑哥，你不走是吧？你不走，我走。这个世界，有的人贪钱，有的人不贪。阿正就是属于不贪的那种，你放过他吧。我是贪钱啊，有钱很好啊。啊，对了，陆哥，上次呢，你让宰哥借了些钱给我，干脆我现在就还给你吧。就这么多，连本带利还差很多呢。你先收着吧，当定金。我需要你来的时候，你就来。一定来。你说的，我说的。谢谢罗哥。我说的，嗯。上次不好意思啊，超哥。好兄弟，说真的，有你帮我真是如虎添翼。哎，喜欢你啊，兄弟。给你混，给你混。来，再来。喂，徐大嫂，快点，徐大嫂，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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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我好饿，我们是不是快到了？快到了，爸爸在码头等我们呢。大哥，大哥，前面好像是水井啊！这怎么能下水啊？喂，有警察，快去收尾，下水，下水啊！What are we doing, boys? Huh? 说什么？不知道。Stand around with our hands in the air?
别说话。救命！谁人？被吞了！这我老婆看。Don't you fucking test me！豪哥，你死定了！你们看，有苟红印哦。对吧？你玩我，臭小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那女的在厕所里看什么。大灰熊和公仔强越搞越离谱，前一阵又搞了一场大械斗，现在又打游击，最近死了20几个，伤了50几个，上头说话很难听啊。那上头什么意思？好好的一份白粉生意搞成一锅粥，怎么吃？你想倒了它洗干净从头再来？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真是连根拔的话，肥仔超不就一人独大了？肥仔超他乖乖听我话，就给他留一份。嗯，找两个人顶了大灰熊和公仔强。有没有想过哪两个？华仔荣可以。我你们谁啊？果然是好兄弟啊。大灰熊去庙街赌钱，你就出来招呼大嫂啊。你想干嘛？灰熊有勇无谋比较好办，但是公仔强是城寨元老顶爷的外甥，动他怕九龙区会乱的。我去城寨跟顶爷聊聊。不行不行不行，太危险了，你这样进去万一他们翻脸怎么办？找阿豪帮手吧。阿豪刚刚死了老婆，别去烦他了。那也是，他老婆死了以后傻了，变成个废人，天天发呆，这一次我们指望不上他了。短命宝贝，你当我们说话是放屁啊？没有。还是你没有记性？上次跟你说什么了？不要买，对吧？说过不让你进来，不然打断你的腿。哥，你看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他们三个总裁去。麻烦你了，威哥。起来，是不是要烦？要。去听听光头佬在说什么。好，去。我们办事你放心了，只要那个王八蛋他敢一个人进来，我就敢做了他。
放心了。丁爷平时最信任我了，过了今天保你惊涛雷落。搞定了。哎，嗯，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哇，行了行了，提示你弄得跟打仗一样，稳妥一点，没事就上上大吉，有事的话也不至于伤筋动骨嘛。嗯，哎，动作快一点，谢谢。什么呀？枪啊。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枪。这是什么呀？这是信号枪，势头不对立刻打，我看到就冲进去。你说什么就什么吧。我在这儿等你，有事发信号，我立刻冲进去。在强的人全部返回城寨，带了家伙，还有超哥那边带了好多人进去。我约了顶爷的。林团长，我们又见面了，你送给我的好茶叶呀、啊、个个赞不绝口。叔父喜欢的话天天送。请上来谈。好啊。来，不好意思，结果让一让。李探长，请。请。舅父，那警察整天净知道找油水，你要小心啊。你闭嘴，给我跪下。我们城寨跟外面一向河水不犯井水，也没有人敢去改变这个规矩。你跟大灰熊在外面搞得乱七八糟，现在雷探长亲自进来要我交人，你说给我听，我该怎么做？豪哥，底爷快管出入口全部封锁，谁也进不去。各位叔父，城寨我要换新办事人。我没做过，舅父。没有？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破坏规矩，你就该知道有今天的下场。雷探长，哎，关于换人的事呢，我给你个交代。是啊，雷诺杀了顶爷。是。
哥，好，好啊！幸好家不见了，我都指不到，都指不到了。走，快，走吧。是要讲义气的，雷洛在那帮英国混蛋老面前救过我，我是不是要还？得人恩果千年计，你们老爸老妈有没有教过你们？你说，你说，今天给洛哥一条生路，我阿豪一定会还给你们，还你老妈。一个不留，砍死他！烟花又不是信号弹。做叛徒反我，反我！做英雄是吧？做英雄啊！我成全你。做英雄！
样，洛克？我送你去医院。来，好啊，知道了。来，叫车去医院，叫救护车。好啊，快！啊，我靠，你怎么搞成这样？他失血过多，马上给他输血。病人腿骨有一半骨折，膝盖骨位移，看来要帮他截肢了。就算保住他的腿，他走路都会长短脚，变成一个瘸子了。我不会就这么算了。你休息，我走了。你什么时候看到我打断他的腿啊？这几包货在车里搜到的，你的车啊！你玩我，打死我都不会认的。我不敢打死你，我还要请你喝司法奶茶呢。不要开这个玩笑啊，会死人的，我就想出事儿的。哎，不，今晚你在这里过夜，闹肚子闹到趴下为止。啪啪啪，还不说呀？那我们先出去了。我认。哎，我认。我说过，只要我有的，有你一半。1965年，洛哥真的分了一半天下给我。他将警察贪污跟粉档、赌档、鸡档企业化，统一收钱，统一分钱，不用吵架。那几年黑白两道都顺风顺水，我们赚了好多钱，买了好多房产。有人说洛哥有5亿身价，比李嘉诚还多。这个天下分黑白，白我最大，黑你最大。兄弟跟你多说一句话，你现在看到的香港都是英国老管，就算我
你都能杀，但是不能杀英国警察。忍得住，这个天下就是我们两兄弟的了。Well, gentlemen, in Texas we ain't got royalty, but the Queen of England has come here for the Queen Elizabeth II Cup. If we can win this race, I'll get the chance of kissing her hand. So we really got to win that golden cup. 到时候老板就最威风了。大小姐，爷爷，爷爷。Oye, yo quiero fiesta. Esto está bien rico. Esto está bien bueno, eh. 好哥。哎，爷爷穿这么帅，来拉头马？没有，我朋友有匹马，今天要跑赛嘛，来学一下。哎，那匹什么马来着？龙潭老鼠。龙潭老鼠怎么样？那马跟你一样火的。哦，老鼠都会跑得赢吗？这场嘛，一号马，我老板的，威震天下，绝对赢。好，好，好，谢谢，谢谢。喂，我们要补助了，快去。最后一匹入闸的马是四号，全部赛马已经就位，今天他们谁会胜出呢？我们拭目以待。来，开闸以后首先冲出的就是威震天下啊！这匹马真是厉害，这是大热门，几个箭步已经带头了。OK OK， 第二位就是赤兔神驹，还有大成功啊！紧接着跟上的是马上发财，倒数第二位就是碧红。哎呀，龙潭老鼠落到最后一名了啊！进入直路了，威震天下恐怕要赢了，一路带头，还拉出好几个身位。哎呀，糟了！龙潭老鼠突然跑到外线，一下就狂冲了上去，好像冲了马达一样，追上了所有赛马。哎呀，这下完蛋了！龙潭老鼠这回大爆冷门呐、啊！好，出现了，第一名龙潭老鼠，第二名威震天下，第三。What in God's name have you done, man? What the hell have you done? What's listen, going on? Listen, something's happened. Something's happened.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make in a bloody month? It's all on there. What am I going to do? Shut your fucking mouth. Hey, 爷爷爷爷，哎，你的内幕好像不靠谱啊！幸亏我补助了我自己那匹。你个死瘸子，有你的，坏我好事啊！我知道你收买了十一个骑师，我买一个，就是你自己的骑师。谁说搏的不能赢啊？好，洛哥，我想起你当年举起我五根手指说的话，真的是没骗我。现在睡着了都会叫醒啊！低调点，那是那是那是，做人要知足。我要给你鼓掌。不过，对阿豪要小心一点儿。这几年他有些不守规矩，黑白两道花了不少钱，收买人心，在很多的区域警局都插了针，连我们那间都有，有什么事不出十五分钟他全知道，他这么做一定有想法，小心养条狼狗啃心口啊。Drug business isn't worth the risk. We need to expand it. Two suppliers is not enough. We need to double it. Four suppliers, then we don't take the risk. I don't think it will work. I don't care. Make it work. Hao Ge, 雷洛叫猪油仔接飞仔超出狱去。做兄弟要讲个信字吗？以后不要这么想，洛哥啊！好，恭喜恭喜啊，洛哥！多谢，洛哥，恭喜你荣升总华探长。都是豪哥你帮忙。喂，恭喜啦，总华探长！
小小心意不成敬意啊。荣哥，哎，豪哥，阿嫂，以为什么大 party 呢？让我做了一下午头发。你天天都做头发的，少说两句。阿嫂，你先走。有没有搞错啊？听不懂洛哥说吗？叫你滚啊！走啊！啊，荣哥，随便坐啊。好，来，阿豪。这位是玫瑰，在台湾和泰国很吃得开的，帮我照顾她。玫瑰小姐，你好。来，有个事儿跟你说，来。今天是我的大日子，嗯，给我个面子，嗯。肯定给啊。今天他第一天出来，之前的事都先放下，过了今晚我不管，行不行？罗哥，你说行就行。是啊，豪哥，做人不能小气啊，大方点。看你现在衣着光鲜，连这根拐杖都富贵逼人呐。我想我现在走路都没你快吧。少说两句，不好意思。人都齐了，打四圈吧。好啊。我觉得最近呢，香港的经济越来越好，看那些赌档啊、粉档啊、鸡档啊，需求越来越大。我想也是时候重整一下，看看街上到底有多少赌档啊、粉档啊、鸡档啊什么的，正正常常的，好管很多。说到白粉生意，英公老说了，他想把香港岛分成两份，九龙新界分两份。那怎么分？嗯，九龙那份还是你的，没变的。嗯，香港铜锣湾到柴湾，阿荣的；西环以外，玫瑰的，有没有问题？他算老几啊？凭什么分我一半地盘？把豪的给他。新界分给他呀。豪哥，以前的事我都进去待了两年了，该还清了吧？你连牌面都没看明白，怎么管那么多事啊？你妈的，你怎么知道我吃什么？知道啊，知道你没得吃。我都吃。我不打了，你打。啊，上这么大气，不像你的风格。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记住，洛哥让谁吃谁就有的吃，洛哥不让吃谁都没得吃。不好意思，糊了。这么巧，四分天下是英国佬的意思。我希望你明白，现在的香港还是英国人说了算。还是那句话，罗哥，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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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疯子，偷我脸吗？你发什么疯啊？我这条腿怎么算？罗哥，他疯了！我不是给罗哥面子。我今晚就抓了你，破两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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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一早，我要去学校看儿子演出，不好意思，我先走。好啊。洛哥，救我啊，洛哥！先坐下，我带你去看医生。好，谢谢谢谢。把耳朵捡起来，把耳朵捡起来。好。你
你嫂子包的鲍鱼粥，来坐下吃，行不行啊？行，一定好过我哥包的。臭小子，我可是用了十几只鲍鱼包的。阿平怎么这么久不下来？他在房间读书呢。我去叫他。小薇，我让你帮我买的东西呢。给。大嫂，豪哥叫我买金笔干什么？过段时间阿平不是要过农历生日了吗？嗯。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作死啊！怎么了？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是白粉呐、啊！你看看，你看看他的鬼样子，你看看他，我自己不会碰，也不会让家人碰。他现在就是吃粉，你凭什么管我？全香港卖白粉卖的那个最多的大毒贩是你呀、啊！你让几万人上了瘾，你跟我说这个，你虚不虚伪呀、啊？什么你？你这个臭小子，说什么？啊？我是卖白粉，我不做生意不赚钱，吃屎啊！你臭小子，人家自甘堕落，我管不着，但你不行。你卖我就吃，你不卖我就不吃。听你说什么？什么？你不是我大嫂啊？我大嫂死了！什么？臭小子，豪哥，你说什么？说什么你？你不要打死你这臭小子！阿平，快走！你别拉着我，走啊！臭小子，你把他给我，给我关到楼上去，直到他戒掉才可以放他出来。你们给我放风出去，告诉他们谁再敢卖白粉给我弟弟，就断手断脚。还有。如果让我知道你们给他白粉，兄弟都没得做。知道，知道。小小七，小小七。洛克，嗯，坏消息。怎么了？麻烦了，金三角松才将军刚刚中风死了，现在接手的那个叫奈玉。仔哥，豪哥，洛哥等你很久了。啊！现在乃密接了全亚洲的海洛因供应，洛哥想尽快跟他谈判，不出三个礼拜，全香港就断货了。我想你去泰国走一趟，玫瑰会陪你去的。我有人能跟乃密将军传上话。你这么信得过我啊，洛哥？难道我信飞在超吗？四分天下是英国佬的意思，他们怕你一个人独大驾驭不了你。嗯，等我谈好了回来，我就一家独大了。你不怕吗？怕。不过我更怕的是阿超和阿荣捷足先登。等难，เรื่องแค่นี้พี่เขาจะมาเองเหรอเชิ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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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ครับ嗯，看什么看？知道。啊，太老，混得不错啊。他没在พี่เขา，没มีวันนี้。ตามสบาย，ตามสบาย。พี่เขา，หลังจากจงพลสมชายตาย。สามแหล่งทองคำยุ่งยากเหลือเกินจงพลปัจจุบันยุ่งกว่าสมชัยอีกและลูกค้าทั้งหมดออกไปให้หมดเลยยุ่งยากเหลือเกินผมนี่ปัจจุบันนะเข้าใกล้เขายังไม่ได้เลยให้เวลาผมนิดนึงก่อนหน้านั้นอาหลวงก็ชอบมาหาผมผมไล่เขาไต่ขาไปผมทำเจ้าเดียวกับพี่พี่หาวไม่เคยทำกับใครคืนนี้เลยพี่หาวไปอาบน้ำก่อนไหม知不知道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有信用。华在荣给你多少钱？
你这个烂人，破脸木！别动！来呀！胡良木，起来！他妈的，走！你早就想好怎么对付我是吧？找这么多人来欢迎。我是武士豪，有种你们就动手啊！老爷保护，保苏街。没事的，大哥，哥在。我要跟外婆说。哥不说。该死的瘸子，到了金三角，我看他怎么死！真要多谢雷洛了，直到让你来跟我分香港的生意，不然我都没什么机会接近你。你不是有一个大嫂吗？有了你，我还要他吗？我还没答应你呢。哎。只要你乖乖地伺候好我小弟，我这个做大哥的连命都给你也无所谓。
干。我听了看看。萨瓦迪卡乃米将军，我是五十豪。萨瓦迪卡潘乃本，我是五十豪，在空宫。很高兴今天见到你啊！我今天带了些药物给你的军队，还有上好的古巴雪茄孝敬你。妈，车门呢？请坐。坐吧。拜好，ผมได้ข่าวว่าคุณ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ไกลมากคุณต้องการสินค้าของผมคุณเสนอราคามาเลย将军你爽快快人快语以前的送菜将军要我3500块一公斤我现在多加400给你3900就这样3900ผมมีคนที่จะให้ผม6,000แล้วต่อกิโลกรัม6,000出6,000那个是傻子这个市场吃不下的没可能拜好ตอนนี้คุณพูดอะไรก็ไม่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ละผมมีลูกค้าคนใหม่ที่เสนอราคาสูงกว่าคุณเขาได้เอาเงินมาจำมาแล้ว一个死相出6000块，你果然是该死！你有这么多钱给人家，这个杀千刀的，今天出卖我，明天就会出卖你。你不应该跟这些人做生意的。我跛豪是讲信用的，我保证将军，你跟我合作一定会满意。3900。ขอเป๋จะมาเล่นลับหลังกับกูใช่ไหมมึงคิดว่ามึงอยู่ฮ่องกงเหรอที่นี่เมืองไทยจะมาต่อรองกับกูเหรอตายซะพ่อมีพี่ชายทั้งหลายคนพาผมกับคุณแม่มาเล่นม้าหมุนสนุกมากเลยเมื่อไหร่คุณพ่อจะตามมาคุณพ่อมาเร็วๆนะ看那小子干什么呢？带他过来玩。走。你大哥放风了，说要给你东西就断手断脚，怎么给啊？我真要死了！你死总好过我死啊！我求你，我求你。走开！怎么？谢谢。要货啊！放手！跟我来。谢谢谢谢他们。好厉害！呜呜呜 ！Show the hips, baby！ 我来呀！超哥，我来了。超哥，要什么？跟超哥说。我想拿货，想追龙啊？行啊，没问题呀、啊。哇，咦，你看这样子，犯瘾了，口水鼻涕滴滴答答啊。他现在这样子，比新马仔演喜剧还好看呢、啊。So this is Limpy Ho's little brother.、Yeah.Let's have some fun with it. Fuck it! Okay, yeah! 小弟，超哥呢？我就是最讲义气的。要货嘛，无所谓，大家这么熟了，不用讲价钱。你跟我喝一杯，就给你了。谢谢。OK. Fun. Fun. Let's see. 哇，帮你加冰块，冷饮啊，弟弟，对你多好啊。嗯。哦，鲜榨橙汁嘛啊。哇爽啊爽哇爽了爽了
哇，你看看这鬼佬流出来的都大杯的。弟弟乖乖的啊，喝了它啊，喝了它呢，这里的货都给你了，充电很爽的哦，升仙的哦。喝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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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你就趁热喝了啊，来喝尿喝尿喝尿，对对对对，来来来，喝尿，乖了啊，喝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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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了重创，可能会变成植物人，就算醒了，这里也会受影响。我都叫这臭小子别碰那东西了，我叫他别碰。阿豪，阿豪，我会搞定飞彩超。什么飞彩超？是死鬼亨特。他怎么对付我，我可以不计较。他现在搞我弟弟，我要他全家死。你不能杀警察，那还是英国警察。你跟英国为敌，我们跟他们斗不过。怎么斗不过啊？现在全香港的货都在我手里，全香港警察都是我养的。只要我说一声，把警察总部收了都可以。豪哥，你冷静点，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你知不知道我们不是天下无敌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做了那么多坏事，英国佬都不动我们？是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规有矩。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底线？你过线了，你知不知道？你要杀警察，英国政府不会放过我们的，到时候受苦的不是我们两个，我们的兄弟怎么办？我们的一家大小怎么办？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阿龙？知不知道雷龙？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反派当正派演，英国佬不能杀。你什么时候做了英女皇的干儿子？啊，来，你过来。那里面是我弟弟。如果是你儿子怎么办？我不会杀警察。阿豪，阿斌吐血了。医生，找医生，快点找医生啊！你最担心的事终于要发生。警官们，以下是一则特别新闻报道：港督麦理浩爵士宣布，将会成立廉政公署，专责打击公务员及私人机构行贿及贪污等行为，并由季达爵士担任廉政专员。目前已招聘大量人手加入廉政公署，并声明不会从公务员体系中抽调人员。特别新闻报道完毕。廉政公署肯定是纸老虎而已，
以前总部也成立过一个反贪污部门，廉政公署，结果怎么样？不就是多分一份给他们了？爸，我不这么想，我觉得他们好像来真的。我就不信他们会抓了全香港贪污的警员，那香港治安靠谁搞啊？交给城寨啊？ Absolutely. I'll be flying to Spain tomorrow. I wonder if they'll catch me when I get back. 英国鬼啊，十个有九个贪。你是不是雷洛探长的专用收租人？什么收租人呢？我是包租公。你每一个月将收回来的数目集中分配，然后派发给警局的每一个警员，是吗？精神点了，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严探长，你在香港有16个账户，里面总共有9800万的存款，名下更有22栋楼，7辆名车，包括1部劳斯莱斯，2间酒楼。你每个月月薪3200块，你怎么解释？我喜欢赌钱，运气又好，逢赌必赢。我有个外号叫赌圣。今天一早有几个人跑来说自己是 SAC 廉政公署的人，要请爸爸回去接受调查。爸爸好激动，就心脏病发了。爸，ICAC 不是纸老虎，他们连我都敢搞。阿罗，走，带上雪儿跟孩子们走，再晚脱不了身。这么晚啊，洛哥。是啊，想来跟你说一声，我递了辞职信，明天去加拿大。一路顺风，一起走吧。你不为自己，也要为阿晴还有2个孩子。半夜来你就是跟我说这些？我知道你不开心。坐。不用了，这2个月来我做的事你不是很高兴对吧？你炸他的车，我找人拦他。你在警局伏击，我找人带他走。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有个英国警察死了，你我都有麻烦。你明不明白？我收到消息，2个礼拜后 ICAC 就会动我，到时候严童坐了我的位置，没有我谁也帮不了你。但是你要知道，我为你好。你为我好。我是个瘸子啊，你给我的。兄弟不是这么算的，我已经把好多……你不会不记得，是你叫我去泰国，害得我的兄弟小维让人给杀了，我亲弟弟现在在医院成了植物人。我也没想到会这样的，我不是神，我不是什么都可以控制。这句话你就说对了，你不是什么都可以控制的。生我们控制不了，死我们控制不了，生死之间我能控制，我可以走我选的路，我说了算。说来说去就是你救了我一命，害了你一生对吧？我这条命在，开枪打我吧。
一枪毙了我 ，OK 的。来啊！好啊！你对我好，你就不会插根针在我身边了。玫瑰，放下枪。你告诉洛哥，你叫什么？我叫阿花。他叫阿花，是我养大的。我送他去泰国还有台湾训练，放在你身边，一个那么能干的人，你雷探长不会不用的是吧？好啊。将九龙城旧楼被老爸虐待的小女孩变成玫瑰，厉害。但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根针在我身边，你有没有把我放在你眼里啊？你有没有把我放在你眼里啊？玫瑰不是在你身边，我早被人埋了。好，阿嫂，两个孩子不肯睡觉，一定要你上去陪呢。好吧，该说的都说了，就这样。你今晚让我很生气。阿华，帮我送洛哥走。不用，我想试试梅珍在身边的感觉。看见他们。给我拿两颗头痛药。哎，不是机场见吗？啊，出大事了！阿豪今晚要动亨特。老公。嗯。嗯。我只相信阿正，马上帮我找阿正。这个是烂鬼亨特贪污的证据，让阿正交给林政公署。哦，知道。洛哥，嗯，就这些事吗？你没有再要吩咐我的吗？Listen, I've arrested people for less than what we did in there tonight. I'll arrest you for less than what we did in there. All right, Peter, you call it. Where are we going? I want to go to the 50. And Jeff. Yeah. Drive carefully. Otherwise, I might have to arrest you. You'd have a hard time trying to arrest me. Now, don't you worry about that. Hey, 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with these cars? What's that? What's happening?Start the fucking car. What? Come on! Start the fucking car! Go! Go! I'll kill you! I'll kill you! I'll tear your head off!
the trunk? Who? Put us down! 你们这帮死鬼佬在香港贪的贪，抢的抢。香港你们的，我们的。Wake the fuck up, guys!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Come on, Sam! Sam, Nick! Jesus. 还债了，亨特。叫什么名字？我叫小花。I want this whole place locked down. Yes, sir!
不是你也不听我的话？是不是我一枪打死你啊？我破脸吗？你们是要杀我吗？跑那么快干嘛？别跑！跑那么快！你大爷！开门！开门！开门！我们接到了命令，要进城寨抓个犯人叫武世豪。我们正在里面执行任务，任何人都不能进。是谁说的？我问你是谁说的？严统总华探长。明天他才是。12年以前我还是总华探长。亨特来我也不会给他面子。让开。让开。给我来。
带你出去。Kill me. I'm a British police officer. If you do, it'll make me a fucking hero. You fucking fishermen. My nation. We built this place. We civilized a lot of you fuckers. Without us, you'd still be a fucking fisherman. Oh! 生死有命。阿豪，你不要逼我。我们身边的那些兄弟姐妹都为我们死了一个不剩。你一枪打死他，也救不回他们。留个机会给你自己，留个机会给你儿子。留个机会给阿青。Thank you.
贩毒罪名被判入狱30年，有跛豪之称的毒贩伍世豪已证实患上晚期肝癌，获得提前释放。是不是阿豪啊？雷洛，洛哥，嗯，你挺好的吧？挺好。哎，对了，有没有想过出来走走？这边环境不错。哎，要走的话，当年早就走了。我还是喜欢香港。你说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会选哪条路走呢？啊，时势造英雄，你的时代怎么可以没有一两个枭雄出现呢？是吧？啊，对。喂，少抽点烟啊，你要保重身体啊。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啊，好想见你啊，有机会过来啊。阿哥，豪哥，豪哥，生死富贵，做了一辈子毒贩，我只是万般带不走，唯有你随身。
Thank you.